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。斗罗大陆的男主唐三是一个天赋非常高的奇男子，对于他来说这一生是非常传奇的。斗罗大陆上有武魂，魂师在修炼的过程中猎取魂环，从而提升自己的实力。而唐三呢，他先天满魂力，还有双生武魂，后期在修炼的过程中他的魂环配置也非常好，在第四魂环上已经达到了万年的级别，这让对武魂研究极其深入的大师都感到非常震惊。那在魂师大赛之后，唐三就会跟着唐昊去修炼，在这个过程中唐三的进步是非常大的，他不仅学会了乱披风，而且还将魂力提升到了50级，最为主要的是他再一次的获得了一枚黑色的万年魂环，年限高不说，还能随着魂师成长，这在斗罗大陆上是非常罕见的。要知道独孤博作为一名92级的封号斗罗，行走在魂师界中多年，他的魂环也达不到这种配置，因此他心里一定非常羡慕唐三，他与唐三日后的差距也很正常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咱们下期再见。